民进党该县长初选参选人翁章良团队，今日伫新港洪天江头前，以三栋摩卡车和活力青年军组成一个百变金刚助选团，一台行动的宣传车会对着无同的环境和节庆，呈现出无同的风格。未来这台行动宣传车会和青年助选团对着翁章良的行程，在嘉义县十八乡镇活动当中插入气氛。今天翁章良县长初选我们的行动宣传车第一次亮相。那这个行动宣传车它可以作为演讲车，也可以作为表演车。那我们有很多少年朋友透过跳这个战斗舞，能够让所有的支持者能够鼓舞士气，然后透过这个行动的演讲车，那候选人可以在上面那演讲，然后跟我们的乡亲做诉求，那取得大家认同，那选举也当很快乐，选举也可以很愉快。我希望今天是一种新的开始，希望这种选举是大家带着欢乐的心情，在党内初选的这个竞争里面能够大家诉求自己的理念，取得选民的认同到最后去赢取最后的成功。翁章良表示，这台行动宣传车是第一次来亮相，候选人会当在车顶来演讲，把乡亲诉求家己的理念取得大家认同。新的嘉义需要新的创意，才能带来新的力量。党内初选会当带着欢乐心情，取得选民的认同，希望会当赢得最后的成功。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